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上了，再给到后面林柏豪要暴扣，被拦了下来，哇哦，哦，胆识过人啊，对，是个好球啊，哦，的确有吹判进攻犯规的空间哦。哇，这球应该是前面有先被拨到啊，不然很有可能是哇直接扣进去的。对，哇，很少你看到台湾的本土球员，除了我过去印象中的田磊之外，能够做这所谓战斧式的暴扣。嗯，其实像前一场上周六日的比赛，陈玉瑞也有想要一个隔扣的表现。对对，一个隔扣。